大家好，我是严海。这期的 NS 由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个手法，这个手法又可以控牌又可以抢选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手法。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抢选的方法。把方片九要抢选的牌放到最上面，预言牌先放好，让观众随便点一张牌。这样摊开的话，他可以随便点任何一张，就这一张。这个时候呢，右手和左手握牌姿势 是一样的，是一模一样的。但这张牌是不可能是方片九，方片九是在这里。把左手的牌推出来一半，右手在这样翻牌的时候，偷偷向把这张方片九向前推一点，这个方向完全看不到的。翻牌的瞬间，右手食指插进去，接过左手的牌，然后用右手食指把方片九推出来，放到左手上。他们再做一次，推出一半，向前推一点，伸进去，推出来。左手向推出一半，右手推一点，食指伸进去推出来。再来一次，推出一半，推出一点，食指伸进去推出来。最重要的是这个手千万不要翻过来，一直是保持牌面向上。在控牌方面呢，这个手法是完全一样的，只要把牌向上摊牌，让观众随便点一张，比如他点了方片十，一样，右手推出一点，换牌，把这张牌放在中间，推进去，这样他已经在最底下了。再来一次，中间点一张牌，手指伸进去换牌，放在中间，最下面。接下来教大家如何把牌控到第一张，把牌一样，把牌摊开，让观众随便点一张，比如这张黑桃六。观众拿牌看的时候，右手做一个把第一张牌反过来的动作。当观众把牌交回来，用左手去接，再展示一次，这边做相同的手法，向前推一点，换牌，这个角度给观众插进去，推，把牌放进上去，然后第一张。观众随便点一张牌交给观众看，这个时候右手做一个翻牌的动作，观众把牌交回来放到左手，右手做一个换牌动作，交换，放进去，放上，这里